lá.今天是2020年的3月11号，是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疫情整个爆发以来的第50天，也是我们今年开春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拍摄。这两天天气又变得超级好，啊，你看楼下已经其实开始塞车了，就除了早上还要扫个码啊什么的，好像就一切都感觉很正常。今天要去见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然后需要一些特别的准备，修一下颜，因为脸到时候就是会被遮起来嘛，所以就是眉毛是我唯一展现自己性格的器官，注入灵魂的眉毛，眼线笔，然后是也是Shiseido的，超级好用的，因为它有一个 angle， 特别是在你需要戴口罩的情况下，再扎起来就好了。其实这次拍的基本上把我们办公室里面很多大的重要的器材都已经挪过去了，所以我们这次要叫个货拉拉。这重吧，那你把它包拿来做包上吧，行不行？可以。大概是一周之前吧，我们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啊，然后后来她跟我们说她是来自于 CDC。CDC 疾控中心，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个疫情的专题嘛，然后他们就说，哎，能不能给他们做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讲另外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Oh, by the way， 我们这次出镜的是张文宏老师，然后我当时内心就，叔叔，你知道张文宏医生？他是谁？他不是那个谁，华山医院的主任吗？蛮好的这个人，我觉得讲话做事都挺有风格的，很硬核，很有实力，但是又很接地气的人。作为上海的市民吧，就特别觉得他像是一个那种就是个别的亚洲的总主角。哎，张医生本人是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他把自己叫做一个病毒猎手。这就是我们的器材 family。然后前面李老师坐在驾驶座，我还有另外两位就只能去打车。能进去吧，是吧？好，对，你先问问看。张主任最近来的多吗？听说都查房。他也太辛苦了。最近都瘦了。胡子，哎，看到。So right now I'm trying to get the background to be lit as evenly as possible. But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brighter area here. So I need to control that a bit more. 今天我们三个人分开拍。哦，好。好呀。没事，不客气。那这个你要先看看吗？等一下，我先到办公室去，那就可以。好好好的。这边有一个防风的电扇，因为今天要录很久的视频，要散一下热。因为我们这次要做的事情是要给全年龄段的人科普传染病，然后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 Wired 杂志做的很好的一个内容叫做 Technique Critique， 他们就是用不同的专家来点评电影当中的专业性，所以我们就沿用了那个概念。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到时候张主任就会坐在这里，然后这边会出现
电影视频的片段，然后他会在这边点评这里面的专业。3, 2, 1这次静安 CDC 来找我们拍这支片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看到了我们前一阵做的疫情特别企划。新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每年会做一个跟往常的片子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会更深度，以及在风格上面是有一些尝试的特别企划，有点像是以前杂志会做那种年度特稿那种感觉。其实这个幕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嘛，所以我就想说借由今天这个机会，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主创一起放到镜头面前，我们一起来聊聊当时我们做疫情特别企划的时候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幕后的故事。谁是大鱼请举手。所以那个弹幕说迪是男生的 wrong， 记错了性别又错了人，是怎么做到的？对，反思一下自己看的当下片子是不是不够多，所以认不清楚。当时那个女生为什么哭啊？她是唯一一个女所长，一边是有点像妈妈一样在关照这些民警们，一边自己其实她也跟她的女儿有很久没有见面了，听到民警讲起她自己的家人，然后她就背过身就在那边哭泣。所以那边的民警，我们发现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跟她讲什么的时候，她可以很冷静很客观跟你说这边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有多少人在隔离怎么样，但是一提到他们家人，他们马上就崩了。好，上海片的我们乐乐老师一个人剪编采完成的，还有团队的支持，优秀，哎呦，有好有坏，就是有好处，就是尤其是这个片子它很 personal， 对，然后就是在你冲进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圈的时候，其实再多一个人，他就会多一层对方接受你的成本。不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个片子里面，比如说很少有那种比较场景感的 wide shot， 的原因就是我当时只有一个 shotgun， 所以我就拿着那个 shotgun， 我就不敢离开我的。拍摄对象，所以他收不到音，对，拍摄时间也不敢那么长，就是因为也是疫情期间嘛，全程都是我的老母亲开车接送。对，大家可以在最后片尾的 credits 里面找到一个司机妈妈，对，感谢特别明显里面有特别明显驾驶员妈妈。对，我们接下去聊聊日本片吧，最宏大的日本片，横跨了武汉、日本、东京、上海、进港。还叫 Evie 老师，还有 Rachel 老师。对，然后到时候把他们P到前面这两个。二月一号，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1月31号我刚刚回到上海，刚过了半天清闲日子，可能后天就把你们送上飞机。So what happened is actually I landed in Shanghai on the 2nd of February and on the 4th, so on Tuesday, I was already on a plane to Japan. 有一批物资马上就要从日本，送到武汉。1月29号做了预采，1月30号大概定了，然后召集了 team， 然后发现我们 team 里面有三位同学可以去日本。真正去日本的朋友请举手。还有直流，委屈上 ，just raise it。那么剩下的人在做什么呢？首先，因为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在，所以我们是一边在拍摄，然后拍摄完了之后，一边我们在上海的这一边的三个剪辑的小分队在做后期的工作。后期有什么难点吗？你觉得这次难度最大的是要每一天都赶进度，就是因为这个进度不是一个月，而是一个星期。然后同时，因为你一边在剪，然后一边在拍，素材其实是不一定的，然后故事线也是不一定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要一边走一边见路。当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中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的，然后等我们开始进入后期的时候，中国疫情在被控制，然后日本的疫情开始慢慢加重的时候，我们再去讲日本的口罩怎么样进中国，它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去在日本拍摄的过程中的某一天，那个船着陆了，车里面的广播电台就会放这种新闻，就今天又增加了多少多少人，今天又增加了多少人，就是这是第一次我感觉我们在追新闻的感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所有跟疫情有关的内容其实是限流的，都是累。先跟各个平台的编辑沟通一下，让他们去跟他们的审核去确认一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播啊，如果打码的话可不可以播啊，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工作，确保正常的推送出来。限流这件事情怎么看？对，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有点无能为力吧。然后最后看到粉丝跟我说，哎，他们发了弹幕但也发了评论，为什么就最后可能两三天之后也没有看到，然后当时就知道好的，就有一点点生气。
但平台也要生存。我觉得我唯一想要对这件事情说的就是，不要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会被限流，或者你可能会被屏蔽，而停止去记录。因为记录是掌握在你手里，你可以去记录的。那是不是能够被你期望的那么多人看到，可能是不会，但至少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各行各业在整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如果有一些正向的改变的话，就是在分内的时候多做一点点，或者说不要因为恐惧而不去做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终于剪完了，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关于正片或者 vlog 的选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给热评第一本由张文宏主编并亲自签名的防控手册一本，还有别忘了一键三连。